目前我们拉路啊，对外大概可以归类为三条航线。我们第二月那个部分哈，北干跟大陆的环线，我们有两条小长龙的航线。那我们台湾跟马祖之间，我们把它定位在国内航线，啊，国内航线。那国内航线部分，我们有空中，有海上，啊，我们空中目前有翼龙航空同时一家，啊，飞行我们的南干机场跟北干机场。那特别要跟院长跟也跟课程部长报告，我们的空中交通部分，我们一年南干机场有15%的无效飞航，啊，北干机场一年有17%的无效飞航。所谓的无效飞航，我想大家都了解，就是我们机场面对关场，啊，航机没有办法起降，啊，这是我们交通上相当相当大的一个问题。还行啊，今年旅客都大量的成长。蓝色部分是今年105年啊，也就是1月到6月的啊一个旅客海马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啊，包括我们主机啊主机的部分，也就是今年在岁修的时候，我们发现海马轮的问题。我们谢谢哈交通部哈，去年追加1200万的一个岁修费，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今年都完成了整修。那特别更感谢院长哈，今年又给了我们1000万。我想说31年的船号，未来最主要维持运作就是要靠这个预算经费的一个益处，好，这样才能确保我们航行的安全。构建好一个新的船舶，不见得要这么的大，好，我们能够试航东引，好，开放我们老旧的海马轮。对未来海马轮，我们每留用一年，我们也希望好部里面院里面给我们支持。我们积极的在做机场的改善，那我们预祝这时间还有一段时间，那海运的部分这两年努力有一些改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还要去突破东引跟南干以及台湾跟马祖之间的稳定交通。主要就是东引跟南干之间，它有30几海里，航程要20几分钟。现在是风平浪静，到冬天的时候，风浪大的时候过去，它一下子可能关岛10天，整个岛跟外面就是隔绝了，所以必须要有一艘船可以去开。像这样子的船，我们这次把台马轮留下来就解决交通的问题。但是台马轮因为它是太老旧，已经31年，不能够一直这样子下去。所以说，我们希望有一艘船能够替代这一艘船，可以要稳定我们东引的交通。东引是我们国之北疆，可以是马祖几个岛屿里面是一个最漂亮的岛屿，是一个花岗岩地质公园最典型的一个岛屿。所以来到马祖人都想去东引看。但是交通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台马轮留下来，这去年到今年东引的旅客是大幅的成长，东引的乡亲也不会有关岛的问题，但是这一艘船不能够一直这样子操作下去。那目前呢，金门跟澎湖全部都是4系以上的机场，啊，不稳，稍微一点点，它的起降标准比较低，我们这里起降标准比较高，啊，所以将来就是说。怎么样，马祖这边呢，能够把它稍微做一点改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马祖，那么当然在来之前我也知道，今天我来为什么选这个啊台马轮，主要是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交通问题里面最大的，其实现在目前急要解决的还是我们的船的运输的问题，啊，那么其实很遗憾，就是我们新交的这个台马之星啊，刚才陈委员讲的，过去这一年来的表现起来并不好。啊，这个不好到底是因为我们的船是自己国造的，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我想我们需要在这时候应该做个检讨啊，在当初的决策啊，整个的这个制造，看当时提的需求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落差或者怎么样造成的问题，或者还是制造船的这个制造商的问题。其实现在台湾的这个造船公司的品能力也算不错了，海军的那个沱江舰啊，造的好像也算是在国际间也备受肯定。所以为什么会把一个台马之星造成这样子啊？我想我们也应该去了解一下，让它在过去这一年啊，这个故障的时间啊，维修时间这么久，
是新船要磨合呢，还是有其他问题？我想我们也请交通部了解一下啊，这问题所在。当然还要解决当务之急，所以那天刘县长跟我提到啊，就是还是要让这条老船啊，台马轮要能够负担起继续这个在这个过渡时间啊，在台马轮还没有完全能够顺畅运作的时候，它这个船的必要性是一定存在的。那其实台马新之星这个能够维持正常的航班运营的时候呢，那这个船如果能够维持，也能够去补充我们现在因为马祖地区有这么多离岛嘛，啊，它交通需求还是需要有能够有一些船只来做备援。所以虽然是老船，它的必要性啊，它现在非常重要。这是我听到县长的这个讲了之后呢，我希望在新年度的预算里，就明年度预算里面敢把这钱框进来。那么很高兴就是现在双方都满意了啊，就是我们有把这个有关这个为了让这条船的安全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我们要这个又该有的维修绝对不能少啊。那么希望来做一个短期的延寿的这个方式，让它能够继续运作。不过长期来看的话呢，我还是要整体来看到底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需求啊，当然有几种想法。一种是就是由交通部是不是看，就是刚刚陈委员讲的，有一条船来支援所有的引导，或者是呢，把这个离岛的这个船呢，能够组合一下，弄个船公司来整体来调配，啊，这些都是一些可以思考的方案，都有人提到过，啊，或者是我们就马祖现在所急需要的，是不是还再来提供一个补充的一个，啊，刚才讲的是2000吨左右的这样一个船，啊，是不是一个最有效率的经营方式？这个事情呢，是当务之急，啊，务必要面对。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这个交通的问题啊，这是人民的基本的生活需要。啊，是应该要去解决的啊，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至少要在这个部分呢，能够维持一定的稳定性啊，这是它的维生的一个工具啊，要这个稳定性要能够维持住。那么当然这个我更重要的是，当然是希望能够看到马祖未来的发展啊。当然这个交通需要量增加，当然也是跟我们的观光客来这边有关系，这是正面的现象。啊，有需求就创造供给，所以这个过去这供给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那么反过来讲呢，刚供给增加的时候，那么也能够满足，啊，供给增加的时候也能够满足需要。可是说这个中间呢，我还是也很关切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很好的风景观光点，但是过去的开发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不是把标准定得很好，以至于呢最后被感觉到有点糟蹋掉。那马祖是这么漂亮的地方呢，其实在规划将来规划都要用最好的规格来看。我们希望将来马祖是一个在我们的离岛里面是一个有特色的啊离岛。你看看金门、马祖、澎湖被称为三个离岛，这三个离岛里面其实坦白讲最弱势的就是马祖啊。为什么？因为马祖的人口比较少，所以它公共设施各方面来说，就是它的这个集体效应来看，就会比金门会比啊这个澎湖不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创造马祖的这个它的这个特色非常重要。那这个特色当然除了刚才我们看到既有的一些特色，比如只有这个过去的军事的一些战地的一些啊这个也所留下来的一些资产之外，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比如酒啊这些，但是我们要看看如何现在有这么多的观光客进来，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啊观光的一些构想能够开发出来，又有一些这个军方的土地正要去陆续释出啊，怎么样把这个部分结合得很好，让我们的这个观光呢能够做到国际知名啊，这个是我想应该我们把当成一个目标啊来追求。所以很多事情呢早一点规划能够做得好一点，也不要只是单方面只看到供给忘了需求，看到需求忘了供给，这都是不行的，一定要两边要搭配清楚，我们来规划一下。这也是我希望今天来这边啊的那个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我们希望不只是解决马祖当前眼前的问题，也希望能够看到马祖未来发展的希望在哪里，我们好好的这个把资源集中起来。政府的资源当然是有限的了啊，我也不可能到每个地方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啊，我们都是靠钱来解决不行的，要靠智慧来解决。所以我们要想出一些方法啊，来让这个有限的资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啊，这样的话呢才能让整个建设成果能够快的看到啊。我是很务实的来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也非常感谢，我知道县长还有这个陈委员啊，过去做过县长，对这个马祖的这个事情很清楚，而且呢做得非常好，过去这个成绩也非常不错，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马祖有这么好的建设成就啊。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下啊，中央政府跟我们的连江县政府我们一起来努力啊，把这个做好。那张景生先生是我们的
这个神主席嘛，啊，所以你们还是要尊重他啊。那么很多事情呢，透过他做个平台，我们来互相沟通这个啊，这个把相关的问题啊能够做好。他是非常认真的，他跟我提到好多次有关这个领导建设的一些问题，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啊。我想能够透过他来规划整合，那么各位的需求啊，或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我们也能够及时能够处理，这是最好的一个机制。那么当然交通，我还是回到最后，交通问题是马祖大概最关心的问题啊，不管是空中啊，是海面啊，这个问题我都会来看一下。那么再一个就是发展的问题啊，确实是这两个是我这次来的重点。那么至于其他的问题，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听，我相信要解决这个廉价问题绝对不会只有这两个啊，其他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但是呢啊，那么只要是对我们当前的啊生活的这个人民生活品质能够提升有帮助的，我们都会很仔细的啊来聆听看看，只要能解决的啊，我们一定会啊把它让。现在我们看一下经济，好，就是一般我们大概。